OK，开始咗啦，好啊，咁、哦、新年快乐啊！2018年系快乐，咁上次2017年呢，眨咁好快脆又过一年咯噃，冇错啊，眨下眼又一年啦，真系好快脆，冇错。咁啊，2018年呢，展望有咩展望？展望呢，咁我就冇乜展望噶喎，系，因为呢年年都系咁样过噶啦。哇！咁你人生平穩啫，有啲人啲人生好坎坷，好似我咁咧。係啊，咁就即係有啲展望先得噶。咁啊，但係你冇所謂喎。咁大聲笑做咩？小肥仔係。因為咧，你希望好咧，咁啊梗係噶啦，個希望一年比一年好咧。係。咁但係咧，但我覺得好唔現實㗎，嗰啲咩新年流流嗰啲恭喜發財啊、金銀滿屋啊嗰啲咧，即係我覺得最老土就講嗰啲。呢、這個因為咧，農業社會咧近時咧就最重要就係、是添丁發財，嗯，因為咧，因為丁就勞動力噶嘛，係啦，發財即係話咧豐收咯，係，咁啊豐收同埋添丁咧就叫做就開心噶啦，咁樣好事啦，乜唔係升官發財死老婆咩？咁啊呢個咧就係中產階級咧，嘅心頭願望咧，咁啊而家香港地咧就含能咧。中產階級的趣味啦、嗯、最重要就是不勞而獲，個個都希望炒老細魷魚啦，自己話事啦，不用聽老闆話啦、嗯、但問題這些都不是最實際的，實際其實我覺得最重要就是健康愉快，這個呢就 不是一定中產无产得嘅，有产又得嘅，无产阶级啊，次官。但系健唔健康呢样嘢咧，就睇你食乜嘅啫。咁你咪又要睇喺呢个生同感受咯。系，但系啲人咧睇完之后都唔肯乖乖地戒淀粉嗰啲，冇办法嘅喎，自作孽不可活。你知唔知啊？我哋啊呢、這个技术人员啊，死肥仔啊，去日本咧，去咗我乡下。食咩？食咩？佢啊带咗佢食乜嘢？我记得食粥粉面饭啊，甜品嗰啲啦。但系知唔知佢带咩手信翻嚟俾我？咩咧？全部都系淀粉。衰仔啊！即系面包啊，即系包啊，系啊，饼啊嗰啲咧，跟住我话喂，我话你玩嘢啊，我话大佬你佢嗰啲包啊，你仲推咪啊？你平时冇听到我讲咩噶你吓？咁但系嗰啲包系咪特别嘅粉做嘅包啊？梗唔系啦，都系淀粉嘅品，梗系啦，即系食落去口咧就即刻化成糖，系啦，即系嗰种，一入到你嘅血里面，咪就系糖咯，咁啊牙烟啊，佢真系害我，你知唔知道啊？佢咁而家咧，呢、這個生活感受呢，有一樣嘢要講俾各位聽嘅，就係、是、咧，如果你開始食甜嘢，食完之後咧、你會覺得攰咧，咁即係話咧，換句説話講，即係你即係你嘅胰臟都仲喺度，你嘅胰臟喺度嘅，但係而家但係但係咧，你已經咧好容易就好容易攰啊，好容易咧就即係健康冇咁好啦。啊，好簡單啫嘛。有一個實驗，其實我想講好耐嘅啦，喺生酮。不過你知啦，我之前幾集出做節目咧，肥仔唔得閒理我啊。佢話要去旅行啦，跟住咧去完旅行翻嚟之後咧，佢又話病啦，唔騷我。所以咧，各位聽眾唔係我唔想做，係佢唔睬我。OK， 好啦，講到呢度，跟住咧，我有個實驗想講嘅，之前就係咧。一堆科學家啦，就捉住一扎白老鼠啦，好可憐嘅白老鼠啦。跟住咧就同時喂佢哋食兩樣嘢嘅。邊、okay? 兩樣？一個咧就係 crack cocaine， 即係 crack cocaine 就係咩？可卡因啊，係白粉。OK， 跟住咧，另外同時喂佢哋食砂糖，同時喂。OK，跟住咧係咪一齊食啊？即係每一日就喂佢哋食呢兩樣嘢咯。嗯，得兩樣嘢食嘅啫。冇錯啦。咁跟住咧喂咗可能三個禮拜之後咧。就停咗佢哋兩日，兩樣都唔喂，跟住再擺依兩樣嘢出嚟，餓咗兩日啊嘛。睇佢溝咩嘢，睇佢揀邊樣，冇錯啦。跟住咧，你估下，梗係溝呢個砂糖咧，96% 咯，係啦。即係砂糖對腦部嘅嗰個成癮咧，即係令到你上癮嗰個效果，比起白粉仲要嚴重，所以政府唔該咧，如果係要打税咧，或者係要捉依個販賣唔係毒品，係販賣砂糖同埋含糖嘅飲品，英國而家搞緊啦，有人動議緊啦，就話咧所有有糖嘅嘢食嘅飲品咧都應該要打重税。咁但係咧似乎都唔係可以救到人類嘅，人類仍然咧中意食甜嘅。
乜嘢都落堂嘅，即係等於咧最早古時啊，咁大家無意中咧就發現咗一啲叫做咖啡。咁呢個咖啡最初嗰時，咖啡豆咧唔係愛嚟溝奶溝糖飲嘅，就咁飲嘅，係即係 black coffee。black coffee， 但係咧嗰陣時嗰啲 black coffee 唔係而家咁樣添，係研碎咗之後就咁愛嚟沖水。因為咧當年咧好多都係滾水嘅，滾水嘅都係咧嗰啲傳教士咧。先飲咗呢種咁樣嘅飲品之後咧，覺得好精神，於是乎慢慢咧就傳開去。但係人咧就好奇怪嘅，佢覺得咁樣飲咧係好苦澀，咁佢要加啲糖落去，再加啲仲戇居，就加啲奶落去添。咁啊，使到咧糖同奶咧變成咗咧一種必需品，必須溝落去咖啡嘅產品。咁咧引致到咧呢個好多人因為飲咖啡咧，就無端白事吸收咗好多糖，係吸收咗好多奶，係呢都唔係佢應該咧日常正式飲料裏邊咧應該得嘅。係咁仲有，但我飲茶我中意加奶嘅，即係我而家唔加奶啦，我加 cream 啦。咁但係係咯，加咗滑啲嘛。係。咁喺中國發明嘅茶嘅時候咧，最早咧喺唐朝嘅時候都係磨粉嘅。你而家見到日本人咧茶道咧，咪綠茶道嚟嘅，都係用將係抹茶，將佢咧變成粉末，然後用一個好好嘅手勢咧，將佢沖滾水，咁啊變成咧。同埋你千祈唔好擺喺度，慢慢得閒先飲，因為佢沉曬。係啊，咁但係問題你睇下咧。最早期咧嘅茶葉咧，都唔係愛嚟沖奶同埋沖糖嘅。喺嗰陣時咧，譬如話喺英國嘅高尚嘅皇室啊，或者貴族嘅時候飲咧，你而家喺V&A 嗰個博物館咧，即係 Victoria and Albert 嘅博物館咧，又有睇到啦。佢哋咧係啲主婦咧招呼啲朋友，咁喺嗰個。招呼的時候就煮了一壺滾水，就很矜貴地找個木盒，可能還要上鎖的，現在都是這樣的，不過現在就將它轉化了，變成一包包茶葉而已。將那些在中國買回來很貴重的茶葉呢，就不很少，然後就放在個茶壺裏面或者茶杯裏面，就沖個煲了滾水沖去，戲劇劇後來啲人就覺得呢種咁飲法咧，唔得滑啊，唔得甜啊，於是乎咧就加咗奶加糖就變咗而家嘅奶茶。但實際上最早嗰時喺中國最早嘅飲茶係冇落糖同埋冇落奶噶嘛，西方都冇啦。傳說中咧話阿陸羽咧坐喺棵樹下邊發緊牛痘嘅時候咧，突然之間嗰棵樹飛咗塊樹葉，跌咗落佢杯熱水度，跟住佢就唉算啦，又唔想伸隻手指落去飲埋水度，唉求其啦咁樣，即係等於你隻杯裡面見到隻曱甴，唉算啦食咗佢啦咁樣咯，跟住發覺咦幾好味喎，冇咁淡。傳說中是傳說中是茶呢這種呢這樣的，總之我們就是說溝奶溝糖呢是後來加上去的，當然呢現在喝咖啡都有些人溝到黐咗線啦，溝不爛地啦。係啊，你知咖啡係啊，沖咖啡好多款噶嘛。嗰啲係啦，你話溝不爛地啦，溝橙酒啦，係溝橙酒啦。係啦，但係咧嗱，有一個咧最近好紅嘅，尤其咧喺生酮界咧，好多人講嘅，而嗰個人都發達嘅，就一個人咧。就是一個直谷的精英嚟嘅，精英。咁咧，佢就去西藏旅行嘅時候咧，就西藏人就請佢飲酥油茶，好好客噶嘛，佢哋咁樣。咁我去尼泊爾，我就冇去過西藏嘅，但我去過好多次尼泊爾啦。咁尼泊爾咧，佢哋咧都係藏人嚟噶嘛，佢都係會招待你咧，就俾酥油茶俾你飲嘅。哇，甜嘅你覺得好味喎，但係鹹嗰啲就覺得好怪嘅咁樣。咁佢就係咧。
好香噶，其實真係。佢攞一個你自己養牛啊，係就唔係買翻嚟嗰啲 store bought 有 UHT 即係好滾咁樣煲死曬裡面啲有益嘅嘢啦嚇。咁咧佢就係攞自己種自己養嘅牛，新鮮嗰啲奶，本身已經有一嚿有啲油喺浮面嘅，係啦係啦，有油浮面噶啦，跟住就係煲熱嗰啲奶，加茶葉落去，係跟住隔咗啲茶葉，係跟住咧。就再擺酥油落去，係係啦。如果甜嘅就加糖啦，當然。咁咧係個客人到嘅時候咧，佢即刻走去煲嘅，即係好熱情款待嘅。係，我都飲過。你飲過係嘛？咁咧就係 Dave Asprey 咧，就去到西藏，佢就飲完之後咧，佢就覺得喂奇怪喎，點解我一早飲完之後，我成日都唔肚餓嘅？同埋點解我好似？即個頭腦好清晰啊，係咪因為依個地方人傑地靈呢咁樣，跟住佢發覺，咦唔飲嗰日又唔覺得咁人傑地靈喎、啊，即原來同依杯嘢有關喎、啊、咁樣，咁佢就帶咗翻美國，跟住咧佢就將佢改變咗少少，佢咧高科技嘛，就擺落個 blender 度，就用椰子油再加牛油搞佢。搞打，打佢系啦，打有咩好處呢就係、是、啲油唔浮面啊。佢全部咧，即係叫 emulsify 咗，即係水同埋油咧，溝咗埋。係啦，溝埋咗咧，咁你就覺得哇，好似好 creamy 啊，好滑啊咁樣樣。咁而家好多咧，聽眾同我講話，哎呀，佢瞓醒就飲呢個生酮咖啡啊，防彈咖啡啊，叫做防彈。防彈咩彈啊？即係子彈嘅彈啊。係咩？哦 ，bulletproof 啊。係啊，又話哎呀，我瞓醒就飲防彈咖啡啊，咁樣。咁我就話，咁你想點瘦啊？佢話係咩？唔好飲咩？咁樣，跟住就要解釋一大輪啦。咁。哦，咁嘅樣。嗱，咁咧，西藏人咧就飲呢種咁樣嘅奶茶啊。咁其實咧，同樣嘅新疆人咧，或者維吾爾族人咧，佢哋都係飲呢種咁樣嘅奶茶。不過咧，佢就唔係嗰種黃牛，佢係馬。馬哦，馬同埋羊咧嘅奶。其實咧，如果講營養嚟講咧，羊嘅奶係全個咁多種動物裏邊咧最營養豐富嘅喎。但咧。最素嘅，冇錯。我諗你未飲過啦。羊奶應該冇。係啦，因為我嗰羊奶芝士有。羊奶芝士係冇得頂啦，呢個就係呢個 sheep cheese。最靚嘅芝士啦。但咧，我講聽咧，如我有一次喺差唔多新疆大草原啊。咁佢哋咧就你係拍嘢去定係自己去？訪問咁，但係咧。因為訪問之中咧，佢嗰個電視台咧會特別咧揸架揾啲人揸架車送你哋去一個比較遠方嘅草原上高，就去到蒙古包嗰度，由佢哋嘅台長咧，個台長都係一個女士嚟嘅，但係佢係正宗蒙古人，係咁啊就親自咧，係內蒙啊嘛，內蒙，咁啊親自咧喺蒙古包嘅。招呼呢啲貴賓咧，就飲一啲純正嘅羊奶，就驚你唔識嗰啲好嘢，佢哋認為最好嘢嘅，好珍貴噶嘛。係點咧？馬奶就現場喺只馬度咧，同你揸俾你飲。羊奶一樣噶啦，我認為喺後欄度睇唔到嘅啫。係即刻揸。我諗係即刻揸，如果唔係咁新鮮咧，點會仲暖暖地咧？哦，咁冇微波爐噶嘛？但係係咪好酥啊？真係。哇！呢個咧係講唔出嘅酥，講唔出嘅嗰種咧味道。但係你中唔中意飲咧？頂唔順，喺南方人係頂唔順。但係咧喺當日咧，正話你講一樣。是它溝了很多其他不知道什麼裡面有谷物有果子、叫珍巴、即是好像是我想那些叫什麼呢珍巴是不是高粱但是一種谷物呢它們研碎了之後再烤過的有一陣焦炒了的有些香味的有香味的窿窿地嘅，系系系咁另外咧有唔同嘅果子，有乾果，有濕果，即乜嘢都有嘅。咁亦有咯咧植物嘅樹葉啊、種子啊等等。咁咧就將個碗擺喺個碗裏邊。咁然後咧。
就再冲呢啲羊奶，羊奶落去，咁就饮咗之后咧，即系冲咗之后咧，成碗咧就奉上嚟你嗰度，咁你唔能够唔饮嘅，睇住你饮咗佢，奉上嚟俾你，咁你点样接唔接咧？梗系接咧，但系未嗰碗嘢未到你嘴咧，已经闻到嗰阵味，你已经知濑嘢啦。是拿嘢噶啦，咁咧只有当药咁样成碗泼声饮咗佢。哇，正啊！咁样呢、這个时候佢再问你，要嚟多杯好唔好啊？咁系啊，死啊真系。咁佢哋知道咧，浅尝一下啫。有啲女士咧，同队嘅女士咧系食唔到嘅，饮唔到。男士咧夹硬咧都眯埋眼顶硬上。系啦，有啲女士直情顶唔顺。咁佢哋都知道嘅，因为咧你系南方人。同埋香港人係未曾一世人係未曾掂過嗰啲嘢嘅，未掂過新鮮。我想試一下，我俾你咁樣講完之後，我一路都想去外蒙或者內蒙，我就麻麻地，因為咧即係硬係覺得係鄰近地區個政權嘅地方咧，咁我覺得好似冇乜咁有新奇啊，咁你明唔明嘅？咁 exotic 嘅，咁嗱，我好想試一下去外蒙感受一下，即係真係。草原啊，蒙古包啊，其實一樣咧，其實一樣咁上下嘅。點解咧？因為咧，最重要咧，佢哋係遊牧民族。其實咧，喺我哋嚟分就有國界嘅。喺佢哋嚟分係冇國界嘅。其實都係嗰咩旗咩旗咩咩嘢嘅部族同咩部族，係佢哋係因為嗰個水土而逐水而居嘅啫。咁啊，我相信咧。他們會走很長遠的路呢、為了他那幾千隻羊或者幾千隻馬，不要餓死，不要餓死，那就一路跟著個草原呢和河流水源呢一路走而已、所以在他們來說沒有所謂外啊內啊這樣說話一樣而已，講的話一樣。因為我遇過呢幾年前啦，講緊係遇過一個人係喺北京住嘅，咁佢係蒙古人嚟嘅，咁咧佢係來自科爾沁草原嘅，係啦，咁咧就咁科爾沁草原即係如果你即係熟呢個清史嘅，咁啊知道佢係即係同呢個清朝皇室有好大嘅淵源噶嘛，咁我喺度傾開偈咁樣，咁我發覺其實佢真係同一個內地人係冇分別嘅，即係佢一個典型嘅大陸人咁樣樣咯，即係唔係黑人憎嗰啲，佢有文化嗰陣嚟嘅。而家咧就差唔多咧同化咗㗎啦，只不過咧係仲有一樣嘢唔肯同化咧，就係、是、服裝。係，仲有當我相信咧365日咧唔會日日著曬蒙古裝。但是呢起碼呢蒙古人呢穿返佢自己嘅蒙古裝呢嘅日子起碼一半以上。但是呢其他嘅種族呢已經呢轉曬做西裝㗎啦。轉曬做呢同我哋一樣即係穿休閒服㗎啦。係。但其實呢鄰近地區呢咪話唔過聖誕節唔過西洋嘅節日嘅。但其實我哋而家穿緊嘅衫呢都是西洋的服裝咁啊，咁我以同緊我哋嗰啲朋友傾緊，咁佢話咧係咪呢個國家紅頭文章啊，紅頭指示啊，定係普通人嘅民間嘅一種製造啊？咁佢哋共產黨嘅製造出嚟嘅人就係咁樣嘅噃。唔係，點解可能會係民間自發啫？即係天才。唔係，佢收尾我咧就講咗一個問題咧，原來係冇呢個民間同官方嘅，所有都係官方嘅。Exactly， 大陸邊會有民間自發呢樣嘢嘅啫？咁咧問題咧，佢相信有，同埋仲相信咧。倒位嗰啲咧係違反法律添，咁、但係問題冇所謂咧，即係各有各人嘅睇嗰個政權嗰、那個方法唔同咧。咁啊好啦，咁我講呢，如果你咁講咧，就仲奇妙。我就話我哋而家著啲衫，譬如有拉鏈啊、著褲啊。嗱呢個咧都唔係奇妙啊。唔係，但係呢個真係唔係中國傳統服裝嚟噶嘛？我即係呢個咧就係仲係服裝啫，唔係奇妙。最奇妙咧就有中國特色嘅社會咧，仍然進行緊幾個馬克思主義節日節日 OK， 譬如國際婦女節，譬如元旦日咯，元旦日，
譬如國際兒童節，譬如勞動節，呢啲全部咧都係從西方嚟嘅，冇一個唔係從西方嚟嘅呢啲。但係咧點解呢啲又冇事呢？因為佢冇宗教啫嘛。哦，但係咧有啲宗教佢又唔鬥嘅喎。例如咧，點解咧？回教，回教是很尊重的。點解咧？因為回教人惡嘛。哦，欺善怕惡。係啊，我都係欺善怕惡啦，係夠惡啊。咁所以咧，好多時候你一有同佢得失咧，可能你死過噶嘛。咁無謂搞出軒然大波咯。但係你聽到咧，最近咧話依個好似係蘇浙一帶啊，即係咧之前咪有盛傳佢哋拆十字教堂嘅，温州啊，最出名啦、啊，温州係啦係啦，跟住而家係話咧，連家家户户裡面嗰啲聖母啊、耶穌啊、聖母攬住 B B 耶穌啊，或者十字架啊嗰啲咧，都要取替變成習近平嘅肖像啊嘛，你有冇聽過？有可能性，因為最近要最咧最初嘅時候咧，呢、這個所謂洋教啊，所謂洋教啫，其實得一個教，就係基督教或者天主教。係呢種咧喺清朝嘅時候咧，義和團咧好憎佢咧，就因為咧嗰洋教士就同埋嗰啲義無子啊，叫做嗰啲人咧就唔聽話，唔聽啲官啲話，咁好多時咧就拆毀啲。地主啊，拆毀嗰啲拜祖先嘅神壇咁樣，咁所以咧係神壇多嘅，咁於是乎咧就覺得咧係大不敬，或者覺得咧係會作反啦，咁於是乎咧就嗰啲人咧就使用武力。嗱、我覺得唔係應該叫使用武力，使用暴力。暴力 ，OK。唔係好似葉劉話齋，正式嗰啲警察用嘅叫武力，唔係叫暴力。其實使用暴力，求其啦。咁呢個暴力咧，引致到咧就好多咧，所謂嘅義無子，可能嘅所謂嘅傳教士咧都遭殃嘅，好多咧被殺。被殺咗之後咧，喺2000年咧。教廷咧封翻好多，系啦，好多封城。喺台湾、香港啊，甚至喺国外咧，都有好多个你唔知道点解嘅圣人系中国人名嘅。系佢咧就系嗰个殉道啊嘛，系嗰阵时系殉道的，系啊，系 Myers 嘅，即系好惨嘅嗰啲最惨嘅死刑咧，死刑啊，讲紧。不是斬頭，又不是腰斬，又不是凌遲，是斬龍。即是什麼呢？斬龍是最殘忍的一種刑罰來的。是嗎？什麼叫斬龍呢？剛才你說的三個已經很恐怖了。那些未算，斬龍還噁心。斬龍就是找一個木龍，木的龍就剛剛你的高度就高過你的高度。咁你嘅人咧即系度身订做噶啦噃。佢又唔需要度身订，因为佢用嚟摄砖头嘅。哦 ，OK，OK。咁咧就将你嘅人咧摆咗喺里边，咁然后咧你个颈咧啱喺上高。突咗个头出嚟。突咗头上高。咁你脚咧就掂唔到地嘅。系。因为佢高咗啊嘛。系。咁咧就叫你罚站咗喺里边。咁啊站喺里边咧，本来你咪站咯，咪知道攰咯。佢唔系。佢係揾啲磚頭咧，摺高咗你只腳，等你咧能夠咧站得好穩陣。但係今日站完呢幾個鐘頭之後咧，佢掹咗一嚿磚頭去啦。咁你只腳咧就開始唔到地啦。咁你要夾住只腳嚟做，好攰噶嘛。夾住只腳嚟去做之後咧，佢會有飯俾你食噶。有嘢俾你飲咁，但係咧過多幾小時幾個時辰咧，佢又同你掹多隻啦。咁一路掹咧，你一路咧只腳一路伸直，但係咧你冇法子掂到個地下啦，卒之。咁你攰都攰死啦，仲有咧就上高，因為係條頸晾住你上高一個圈噶嘛，一個圈咁樣，係晾住咗。咁呢個晾住咗之後咧。
使到你會窒息嘅，慢慢窒息。咁啊，到你咧又唔會死得咁快脆喎。係。咁啊，可能站你三日三夜之後咧，或者四日之後咧，咁就拜拜啦。嗯。咁所以咧，死嗰個殘痛過程嘅殘痛度係漫長同埋好慘嘅。係。咁所以咧，喺嗰陣時好多咧。呢啲殉道者都係因為咧，尤其女士係用呢種方法咧，佢反而斬你，斬你咧血腥，血流滿地，咁用呢個斬腦方法咧嚟殺咗好多咁嘅所謂。會唔會特別針對宗教？係針對宗教去咁樣做咧？係啊，所以咧。好多係斬腦斬死咗嘅，即係拗曬。咁呢個叫斬腦，係一種咧。真的不是人類想得出來的刑罰來的，這個你聽見都開始腳軟，這個是恐怖的恐怖的是，但是不嬲中國的刑罰都很有創意的啦，也不只是中國的，即日本是是是，即使西方都是的，印度都 是西方都是，他們那些quarter beheaded drawn and quartered 嘛，即是斩头都一回事，斩头就未斩住先嘅。首先咧，我就劏开咗你先，跟住咧我就掹晒啲心肝脾肺肾啊、肠啊咁样咧，摆到周围都系，咁你自己望到噶 ，OK？ 咁跟住呢个时候咧，先斩咗你嘅四肢咁样，跟住咧之后先再剁你个头，插落个城门上边咁样。哇！我真系觉得充满创意，系啊，同埋好核突嘅，系啊。你谂下以前中世纪啲小朋友系经过。出醒入醒就見到幾個頭在上面，有烏蠅嬲嗰啲血就滴落嚟，啲屍水就滴落嚟。哇 ，OK， 嗰個畫面真係係啊。咁好多時咧就因為咧佢要我嚟警告啲人，等人唔敢亂咁作反咯。點解要掛喺個城頭揾個木箱吊住個人頭咧？嗰啲叫梟首。因為咧，佢就係希望啲人睇出城入城之後睇到，俾啲血滴咗，就知道咧唔好亂嚟啊！你唔好亂嚟，咁咪係你啊！係咪你嚟噶？係啊！死得好慘啊！你想上去啊？係啊！咁大家都啲親人都唔敢去收屍啊！點解咧？因為收屍咧，就即係咧換句話同情嗰個犯人咯。咁咧就可能牽連到自己嘅。咁慘啊！真係。所以係一個慘嘅。咁啊，所以中國人咧就成日咧就要講話死有全屍啊。有咗全屍之後咧，然後至係咧可以咧投胎咧都好啲係咪？可以係咯，可以咁講，可以咁講係啊。因為死嘅時候，即係佛教角度嚟嘅依個，你死嘅時候你經歷好大嘅痛苦嘅話咧，係會令到佢下一生嘅投生咧，有好大嘅阻力嘅。系啊，系啊，即系譬如话佢临死嗰刻咧，佢好牵挂。佢譬如话啊，有个仔女未嚟啊，佢好想见佢啊，咁样样咧。咁呢个好多时候就会变咗系佢个灵识走唔到咧，就喺个中阴身里面一路徘徊啊。啊，即系灵识系咩咧？佢个灵魂啊。佢個神色啊，即係佢一路喺個地方度徘徊啊，依依不捨啊，依戀啊。咁有啲人佢唔係依戀人，佢依戀佢個財物、佢個家產咁樣。咁所以咪有守財奴咯，守財鬼咯，就係佢不斷咁喺自己嗰個墳嗰度咧，因為佢好多陪葬嘅嘢啊嘛，咁樣喺度看嚟看去。但佢明明應該 move on 嘅，但佢冇 move on 到，即係佢一路咁樣看住咁樣。咁但係有另外一種講法就係，譬如佢死嘅時候，佢係好嬲嘅，嬲都唔得啊。譬如佢俾人殺死。OK， 佢好大嘅痛苦咧，咁呢一種嘅痛苦係會感召落地獄嘅，因為憤怒即係嬲啊，係感召落地獄嘅因，即係落地獄係個果啦，個因係憤怒咯。哦，因為你憤怒，所以咧落地獄。咁另外就譬如話你貪咧，即係貪嗔痴嘛，嗔就係落地獄啦，貪就係會成為惡鬼咯。即係我哋上一集咪有講過咧，就係點解中國人攞去死去做鬼咁樣樣，就因為中國人嗰種慳啊，唔好使，唔好乜嘢嚇，要留啊，小大富由天，小富由劍，即係依一種被認為係美德嘅嘢咧，其實喺因果角度係大禍嘅，係唔好嘅，係唔好嘅，即係反而就係話你人生裡面你有啲乜嘢嘢你。用咗佢，你使咗佢，即系我同我媽就咁講。你唔好諗住留俾我哋，唔使噶啦，係啦，你即管食啊、使啊，同埋走去做善事。
如果你覺得話喂，我一個老人家咁，即係我又唔使整容，我唔使化妝，又唔使剩，咁我唔中意買靚衫嘅，好多錢剩，咁你咪幫人咯。係啊，可以幫人㗎嘛。係啦，做義工咯，做嚇有益嘅嘢咯，咁你自己都會開心啲嘅。如果個人咧，如果唔捨咧，即係捨棄嘅捨啊，一個人唔捨咧，就真係咧，佢好好多牽掛嘅喎。係啊，係咪啊？嗯嗯。咁即係所以咧，其實咧呢個講個捨字咧係好重要，無論係。財物咧，有形嘅物件咧，價值好嘅物件咧，仲有一種咧係無形中嘅捨嘅喎。嗯，即係我覺得有我做乜要留翻呢個虛名俾我啫？嗯，呢個虛名嚟啫，無謂要成日掛住佢，成日咧為咗佢。爭持啊，又無謂要為咗佢咧爭名奪利，要死都要 keep 住呢個所謂個嗰、那個街名咧，好嘅名稱啊。咁呢個唔捨得咧，都係一個罪案嚟，罪行嚟嘅喎，係咪啊？即係佢對佢冇好處，即係正如譬如話，好似我只貓仔咁樣過咗身咁樣樣啦。好多人咧就係會，我心愛嘅，譬如婆婆或者係個另一半或者係貓或者乜嘢過身咧，佢就會整佢張相喺度啊。呢個都係唔捨喎，係唔好嘅，因為。佢自己本身啊，即係逝者、死者本身，佢對自己嘅形象啊，已經有執著噶啦。你做嘅依樣嘢咧，其實係加深佢嘅執著。哦，咁係令到佢要投生更困難。跟住有好多人咧，我譬如你知我本身睇風水啊，剩嗰啲，我有啲客咧係佢阿爸走得好突然嘅，係。跟住咧，佢喺屋企啊整咗個壇啦，咁樣咧就供奉佢阿爸，早晚啊點香點煙俾佢食啊，點煙佢阿爸食煙噶嘛，咁啊俾煙佢食啊，出去食親飯啊，打包翻嚟俾佢阿爸食，當佢好似仲喺度同佢傾偈咁樣樣。其實你用你自己嘅方法去 heal 啊，即係去。Move on 你要 move on 嘅，系啦，那個逝者都要 move on 嘅。你一路咁樣依戀住咧，跟住去執著於你同佢嘅情感咧，對你對佢都唔好，系啦。所以咧，即系你見西藏人以前唔係成個西藏都係咁，這個要 clarify 講天葬啊，系唔係成個西藏都係咁，係個別地區係咁嘅啫。咁咧，大部分嘅地方都係火葬嘅，系。咁你咪見到其實。真係塵歸塵，土歸土咯。所有嘢 in the end 都係了無一物嘅嘛，都係回歸於由未有之前嘅嘛。生老病死係一個循環嚟嘅嘛，由有到冇，冇又再到有係一個循環嚟嘅嘛。其實依一個係一個教訓嚟嘅，你係去睇清楚，你逃離唔到生老病死，你睇清楚。輪迴裡面的痛苦是真實的，你可以日日走去打機，好像肥仔咁而家咁樣啦，打機啊、睇戲啊，好像我聽日去日本啊咁樣，你覺得你的人生裡面充滿樂趣，好快樂，但是就是往往有依一啲嘅 moment 咧，就是一個 great awakening， 就是話俾你聽，喂，醒啦喂。系啦，呢一啲嘢，理得你系边个？你 Bill Gates 又好，你 Warren Buffett 又好，你马云都好，你一样逃离唔过生老病死，一定会必经嘅。必经，嗯，系啦。咁你话喂，我个仇人死，我梗系好开心，冇嘢噶。咁但系你深爱嘅人都会死，系啊。你自己好爱你自己，你好爱你嘅财富，都会离你而去。所以点解？佛家先讲话，轮回里面所有嘅快乐都系短暂，并且系未来痛苦嘅因咯。嗯，因为你今日越快乐，到你失去嘅时候，你先越痛苦噶嘛。系，系咪？嗯，即系你话，如果今时今日我系由后到尾我好平淡嘅，我冇嘢觉得我离唔开，冇嘢我觉得我唔舍得嘅，你以为你可以免疫咩？到你嘅亲人。爸爸媽媽、太太、先生、仔女、貓貓狗狗離開的時候，你一樣都要經歷的。就是 remind 你、提醒你，痛苦是真實存在的。而的痛苦的來源是來自於你的執著。因為要希望那樣東西永久或者起碼屬於自己的。如果这个世界全部都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的时候，就没有一个所谓舍不舍得的。其实没有东西是属于你的，包括你的身体都不是属于你的。都不是我的。你的身体都是很多的独立细胞，嵌埋在一起的嘛。
跟住你以為你可以支配佢啫嘛，但係你咪試下你搞肚痛嘅時候，你睇下支唔支配到佢啊？你個頭痛到爆嘅時候，你支唔支配到佢啊？你入咗廠嘅時候 ，OK， 俾人插到成身都係喉嘅時候，你支唔支配到佢咯？即係你係要面對生老病死，你先會有嗰種好強烈嘅無力感啊！你先會知道 ，there are actually things larger than life， 即係 larger than yourself。咁但係咧，宗教上相信有靈魂嘅喎，係啊，咁靈魂屬唔屬於自己嘅咧？你而家認識嘅自己並唔係真係嘅自己，係咪好抽象？我咁樣講，好抽象，係啦，因為譬如而家你諗話啊，我係劉天使，但係你之前唔係劉天使，你未來都唔係劉天使，好似我而家諗住我係我。但是而家我是我啫，我將來同未來都唔係。我只貓而家轉咗第二個形體啦，即係佢中陰身嘅，或者已經投生咗啦。佢可能已經以一個人類 B B 嘅身份出咗世嘅咯，或者佢喺極樂世界出世，嗰度冇分男女嘅，係啦。咁已經係第二個形態嘅啦。咁你就會喺個輪迴嘅遊戲裏面咧，你就係唔知道自己生命幾時完啦。OK， 哎呀！哎呀，揾你揾你揾你搭抽佢啊！系阿仔，阿仔要抽你，阿仔。OK， 好啦好啦，上嚟。我第一次人咯。OK， 好啦，至管我讲到边，我唔记得咗。俾个仔一嗌咗声，即刻晕咗。系啊。你又唔知自己啦。系啦。因为咧就迷失咗啦。迷失咗啦。系啦，正如我哋喺每日嘅快乐里面咧，每日嘅生活里面咧，我哋就会迷失咗啦。咁所以点解西藏人咧？我嗰阵时去尼泊尔嘅时候咧，我觉得喂。咁神奇嘅、啊、咁样，阿仔，我一抱你咧，个画面变咗青色，因为你太白啦，知唔知哦，系啊。吓、啊，你明唔明？系啊，会啊。所以点解阿妈放低你咧？我块面即刻变翻正常，我系好似冇血到咁样样。你系好靓仔，你真系好可爱，但我一定要放低你。摆翻呢度得唔得？吓，唔得噶，因为画面影到咧。就会变青青噶啦。拜拜，妈咪即刻先同你玩啦，冇乖乖。OK， 好啦，翻嚟啦。你睇，即刻变咗，系、哦、青 B 咯。因为佢太白了哦，佢嗰、那个我谂系个画面感光嘅问题。阿肥真系冇得教啊！啊嗱嗱，你而家又正常翻啦，佢一走即刻正常翻，正常翻啦，系啦，而家有翻血色啊，系血色啊，冇错。啊，呢样嘢真系几过瘾，一有一个白色嘢入嚟咧，即刻变咗青色。好。系啊，咁啊，我觉得啲西藏人真系好神奇啊嘛！嗰阵时去即系第一次去嘅时候，反眼。阿肥仔你睇下。佢扭抱啊，细路仔，你抱住佢先啦，不如。我觉得点解会你咁神奇嘅？你哋唔使做嘢嘅，即系点解你哋会即系瞓醒咁走去开工？佢哋四五点就醒噶啦，跟住走去绕塔咧，跟住就一路念咒，一路揸住个转经轮，一路绕塔咁样，跟住可能六七点就去开铺。佢哋开三四个钟头嘅啫。咁咪做完啦。系十十一点咁咪收铺。喂，大佬，我心谂，喂，我啱啱醒，即系我去到嗰度，我要早醒啊。咁但系我嘅早醒都唔系四五点噶，大佬，即系我嘅早醒都系九十十一点咁样噶嘛。我要我醒嘅时候即刻冲落去，一铺到闩门啦咁。我心谂你唔使做咁啊，呢班友咁样。咁后来先明白，原来佢哋个世界观同我哋唔同，即系佢哋觉得人生花落去追逐财富系极度恶居嘅事。系咯。咁啊，都要食饭噶。唔系。佢夠食咪得咯，佢哋覺得。哦，夠食。係啊，所以朝頭早開嗰兩三四個鐘頭工咧，即係夠噶啦，咁樣夠我嗰日食飯，咁 OK 噶啦，咁樣咯。即係覺得我累積再多財富，都死都帶唔走噶啦。哦，喺佢個。係啊。咁而家正話咧，我問個問題都未答到我。如果你相信有靈魂，個靈魂係咪屬於佢自己嘅咧？啲嘢都可以唔係屬於自己嘅，靈魂算唔算屬於自己咧？呢個好難答，因為咧。佢唔係你自己，即係 at one point 咧，所有人咧，所有嘅生命，包括呢兩條毛毛都係咧，會 realize 咧，其實我係並唔存在嘅。哦，我並唔係真實地存在，佢係一個假象嚟嘅。正如我哋發夢，認為個夢係真嘅。如果唔係，我哋唔會嚷啊，唔會大嗌啊，唔會心跳加速啊，唔會好驚啊咁樣。正如我哋喺沙漠見到海市蜃樓，我哋會去追，我哋都以為係真嘅。但係。
你話佢係真咩？佢唔係真，但佢係咪假咧？佢亦都唔係假，因為佢對你產生嗰種效果咧、嗯，例如你會去投入，你會去追逐，你嘅情緒會受之帶動咧，呢啲都係真實嘅。嗯，呢、這個咧即等於咧嘅鏡中嘅人、啊、望到自己一樣。嗯，咁啊一行禅師咧，佢個講法咧就係、是、呢、這個世界咧冇恆常嘅。點解咧？任何嘢都係有條件。因為嘅條件而存在，冇錯。冇條件而單獨存在嘅咧，乜、嘢條件都冇嘅，冇係冇嘅。冇嘅，呢、這個世界係冇嘅。咁即係話咧，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啦。呢個咪就係因緣和合咯，即係、啊就是、因緣而生咯，互相彼此關係咯。即係、啊、所以唔係一樣嘢係獨立於所有其他嘢嘅。咁、所以即係冇超然嘅嚇，冇特首超然論嘅，冇特首超然論，亦冇個人嘅超然。因为任何嘢都要有佢嘅条件、嗯，包括灵魂嘅存在都有条件嘅，系冇条件就唔会存在噶啦，系、嗯、嘛？咁所以咧，如果睇得通呢个原来系条件影响到我哋嘅有，咁咧就知道咧原来呢个世界冇化啲啦，冇嘅系啦，系就算冇啊、嗯，如果你用嗰个系冇嘅有嘅冇咧。都是有條件的、是啊、都不是沒都不是說完全沒有條件的、是啊、是吧即是英文所說的 circumstances 是、啊、即是外在條件的促成和分散、嗯、即是那件事所以為什麼叫做因緣和合呢就是說它有這個因緣出現所以它形成但是呢這個因緣即是外在條件消失的時候這個製成品、啊、叫做、嗯、都會消失、嗯、包括我們的人體啊我哋見到嘅繁華啊、文明啊、政權啊，嗯、所有嘢都係咁啊！一、這個人咧，臨死咗啦。咁死咗之後咧，喺呢、這個西藏嘅宗教裏邊咧，佢會轉咗做中陰身啦。嗯，咁中陰身本身有係唔係都係一種存在嚟嘅咧？本身是一種存在，但是中陰身不是只是單純是講緊話死了才是中陰身嘅喎。係咩？係啦、哦，其實咧，我哋瞓緊覺都有㗎，都是中陰嚟。其實有四種中陰嘅。係啊。咁咧，瞓覺夢中是一種中陰嚟嘅。夢生夢中嘅發夢嗰啲。發夢係啦，即係點解我所以話修行好嘅人咧，佢能夠喺夢裡面佢都能夠主宰嘅，即係佢好清晰嘅，佢並唔會發夢嘅時候就變咗好似我哋咁啦，一係就發到咧哇暈暈頓頓啊，一係就哇瞓醒唔記得自己發咗乜嘢，或者瞓醒哇好驚啊嚇到嘅，佢喺夢裡面佢都有自主嘅，咁即係夢裡面咧。嗯他仍然可以知道支配一切嘅，系，同埋佢有冇咁人咧？有大把，大把，大把，同埋 有一種可能大家聽眾會覺得話好神奇嘅，即系唔係假咁嗰啲啦，就係、是、叫做預知時至啊嘛。嗯，預知時至就係知道自己幾時死。係呢、這個聽過啦，聽過係啊，唔少啊。As a matter of fact， 你唔好以為係、我曾經喺唐朝嘅時候咧，或者咸豐年代咧，就有一個人等等等等。不是这样，是现今社会都有很多，都有样很多添，是、即是我讲了很多，当然不是几万个啦，但是是不断地都听到的，即是他直直啦，我爸跟我讲过一单的、就是泰国呢有个高僧呢，他直直在个电视机前面讲，说他边年边月边日几点钟他就够钟了，是的，那去到那个时间呢，他整够僵呢，坐在个电视直播就嗰一刻閉氣，睇住佢斷氣，係啊，俾大家睇住。咁我就話：哇，玩到好大喎、啊，大佬！即係萬一你嗰下你唔斷氣，你咪變咗妄語咯。你知出街唔可以打妄語，即係唔可以講大話噶嘛。咁但係即係佢 apparently 佢真係知道自己嗰個時間係真係會斷氣。嗯。咁你話：誒、你高僧得啫咁樣，但係唔係㗎？我見嗰啲好多啲Facebook 的念佛群組都得嘅，好多人都得噶。咁你話四種咧，其中一種就發夢都可以自主噶。係，事關唔好一集講曬、我哋要慢慢褪出嚟，等啲聽眾追噶嘛。我哋節目係咪先？咁你都要講起碼兩樣嘅。嚇、一集你知唔知講一個中音都可以講好耐啊？事關唔係而家你講發夢嗰種咧，係發夢嗰種之外咧，仲有一種咧就係、
自己知道自己幾時唔喺度㗎啦。嗱，嗰個就唔關中陰事嘅，嗰個係預知時至啫。預知時至係你真係修行到一個相當嘅境界咧，係得嘅。咁咧，我講話嗰啲即係話夢中嘅中陰咧。咁譬如喺西藏裏面有樣嘢叫睡夢瑜伽嘛。睡夢咩？睡夢瑜伽。點樣做咧？唔係做運動嗰啲瑜伽啊，係一種修行方式嚟嘅。咁咧。就即係冇得喺度透露㗎啦 ，OK？ 自己中意 Google 到爆啦。咁咧，佢就係夢中嘅修行方式嚟嘅。哦，係啊，發夢嚟修行嘅。係你喺夢裏面點樣修行？你瞓覺嘅時候點樣修行？咁樣樣都有佢個即係一套嘅講解咁樣。咁啊，但係呢啲就係唔係公開嘅咯，唔係公開嘅法咯。即係佢唔係即係叫你 Google 嘅時候，你只會睇到表皮。啲好片面嘅嘢，真係內籠裏面嗰啲堅嘢咧，就只有真係符合依個學習條件嘅人咧，先學得到嘅。先學得到嘅，係啦。咁要拜師嘅咧，一定要嘅。一定要有師嘅。密宗一定係要有師傅嘅，你冇師傅咧係冇辦法有任何嘅成就嘅。哦，係啊，所以叫密宗。係啦，因為你唔係嗰條，即係你唔係嗰個方，你唔係嗰嚿料咧。你是不應該做那樣東西的嘛。是的是的。即是我不可以拿雕木的木的工具即是雕鋼鐵的嘛。是的。是的鋼鐵就是要用鋼鐵的工具木材用木材的工具鑽石就是用打磨鑽石的工具。嗯。所以呢就是誰決定呢不是你決定是你的師傅決定。嗯那你怎知道找到個好師傅呢很得意的其實呢每個人都會有他自己的找到他師傅的路的。是咩？系啊系啊，咁啊、哦、安排咗噶啦。因為你有宿世因緣，你知佛教相信有輪迴啦，有生生世世啦咁樣。咁你同佢緣分好深嘅，咁咧你遇到佢嘅時候，你係會知道佢就係你嘅師傅噶啦。感受到嘅，感受到嘅。哦，係啦。咁你除咗宿世之呢個姻緣之外，仲有你遇到邊啲朋友，遇到邊啲敵人，遇到邊啲係？我哋聽成日講話貴人，邊啲係小人，全部都有感受到噶咯喎。我諗就唔會啦，我諗就唔會啦。即係如果你修行好得好緊要咧，嗱有一個講法嘅，就係話咧，你打坐咧，打到有翻咁上下程度咧，你係會記得同埋睇到同埋知道啊。過去七生所發生的事，過去七世，七世啊，過去七世係啦，係啦。咁你會可能有機會啊，可能假如果係我咁計啦，我就啊，次官原來就係我上一世個仔嚟嘅咁樣舉例啊 ，OK。跟住哦，原來蕭公子咧就係我哦對上第四世咧個女嚟嘅咁，即係譬如舉例 ，OK。咁但係咧，我係要記得個。七世喎 ，provided 我要打坐去到依一個程度喎，咁但係一般人佢唔係依個程度，咁所以咧就係話佛教嘅講法就係你對住所有嘅人，不論佢係嚟傷害你，定係佢係嚟幫你都好，你都懷住感恩嘅心咯。哦，個個都做咗好人先。你當你個個都感恩咯，因為嗱，如果佢嚟傷害你，佢點解會傷害你啫？你記住喎，唔會。一件事不會獨立而存在的嘛，是因為有咁嘅條件啊嘛，有條件同埋有一個因緣嘅。係啦，咁佢點解無緣無故的恨啫？係咪先？佢點解咁想要傷害你啫？因為佢以前受到不公平嘅對待，梗有一啲事嘅，你傷害過佢咁樣，咁所以咧，佢嗰個仇恨咧存在咗喺佢個阿賴耶識啊，即係佢個深層嘅好深層嘅潛意識裡面。跟住咧，佢再遇到你，不論隔出幾耐都好咧，佢都要報仇，因為嗰個憤怒、嗰個怨恨係會釋放翻出嚟。佢解釋唔到㗎，佢唔知㗎，佢唔知嘅，未必咁清楚講得曬出嚟。我諗聽眾都試過啦，即係個個聽眾都試過，你實會遇過啲人係。失驚無神，你冇得罪過佢，你冇傷害過佢，你冇唔識佢嘅甚至 ，OK？ 但佢係非要置你於死地不可嘅。有嘅，有嘅嘛。同埋譬如話，喂大佬，我對你好好，你做咩咁樣害我啫？咁樣都有係嘛？咁點解咧？有人對你好好咧，係啦，又冇得解釋嘅噃。係啦，你解唔到點解會咁冇錯對你好咧？係啊，你又同佢冇恩冇怨。嗯哼，嚇，呢個咧就啊。宿世的因缘影响到了。这个就是佛教解释就是宿世因缘。但是任何人
你唔好理佢翻嚟做咩都好啦。咁、你都懷住一個感恩心，因為點解咧？好簡單啫嘛。如果佢係翻嚟尋仇嘅，你咪還俾佢咯。都要始終都要還噶啦。係啊，即係同埋咁當日唔係你衰嘅話，佢又點會嚟尋仇咧？咁你而家斷正咗，你俾佢揾到你，咁你要還你咪還咯，大大方方地還咯。還咗佢清清楚楚咯。係咯，咁咪一了百了咯。咁你嗰啲、你嗰啲仔女其實咧喺、以前咧，你一定係同佢有啲恩怨嘅喎。肯定啦，我而家當菩薩咁樣供奉佢哋嘅大佬。係咪啊？係啊。好好食好住噶佢哋，唔止好幸福噶佢哋，而且仲有我好多慈悲嘅心咧嚟爱护住，系嘛？我其实啱啱过咗身嗰只猫仔咧，佢好有福气嘅，即系如果佛教角度啊、我有个出家人朋友咧，佢系一个台湾大学生嚟嘅、国语当然台湾仔嚟噶嘛，咁、国语梗系相当好啦，又识闽南话啦。哦，梗系啦，佢台湾人嚟嘛。系啦，跟住佢大学生英文又好啦，咁、样。跟住佢就一大學畢業，佢就出咗家啦。嗯，係咩？係啊。咁而家就住咗喺印度嘅。咁佢當然係擔當一啲重要嘅角色啦，即係要做翻譯啊，要成啊咁樣樣。而世界各地嚟嘅即係學生啦，我哋叫做都好方便溝通啦。而家、因為佢廣東話，廣東話唔得，英文又得，國語又得，去幫忙翻譯咁樣咯。咁咧佢咁啱咧，就喺我個仔過咗身之後。咁啱途經香港，轉機去大陸去五台山啊。咁咧，跟住佢就同我講，佢主動同我講，佢不如咁啦。佢話你個仔火化未啊？不如我過嚟幫佢念經啦。咁樣係啊，所以就係你想象下，我個貓仔咧係有一個出家人親自獨立為佢念經，跟住先火化，係啊。咁咪即係佢本身亦係有一個姻緣咯，係啊，係、有一個收，即係唔知點解，梗係一定係你個朋友同佢以前有個係啊，嚇係啊，所以而家嚟幫佢呢個忙，係啦、好啊，咁咪差唔多咯喎，時間咪差唔多啦，皮仔，係啦。差唔多啦，咁你我聽日咧就會去我個鄉下啦，日本啦，咁咧。今次就我從來都唔係嘅，志官你知嘅，識咗我咁多年係咪？就唔係濕平團嚟嘅，即係唔係血拼啊，唔係濕平 shopping 團嚟嘅。今次咧，我會去邊度咧？我會去東京三日啦。咁咧就我次次去都要去噶啦，就係、上野咧。係上野嗰堆博物館咧，我都成日去嘅。好正。係動物園都好噶。係啊，正到爆。跟住咧就會去依一個叫日光啦。我又去過。日光又好正，係咪？又睇古蹟啦。你而家去有雪喎、啊，凍到喊應該。嗯，我會凍到有雪條咁。我買咗啲好厚嘅衫，即係你可能咧褲要有絨毛啦，跟住裡面仲要有一對嗰啲暖嗰啲襪咧，長身嗰啲絲襪嗰啲啦。跟住裡面再著厚襪啦，咁樣，再著嗰啲毛毛鞋啦。因為咧成個過程，我日光之後再去镰仓，即係以前嘅一個幕府赖赖元朝幕府。係啦，行到 PK 噶嘛，嗰度全部山路嚟噶嘛，係啊，即係大部分嘅時間都會 out 多嘅，大部分嘅時間都會見到雪。最紧要咧就系、保护住个头嘅温暖，因为咧、我喺加拿大嘅经验咧就系、是，如果你个头温暖咧、你就其他嘅手脚都温暖噶啦。如果你头唔温暖咧，好牙烟嘅，即系四围都唔温暖嘅。所以我戴咗顶帽。所以我会扮我会扮伊斯兰教徒，系啊，整条大巾围住个头，系啦、啊，系啊，好重要嘅。因为你知唔知新宿咧个温度咧都系六度至负三度，新宿啊，大佬东京市中心、都咁嘅温度，我真系唔敢想象嗰啲山卡拉嘅日光同埋镰仓会点，因为佢唔系魔啊嘛，系啊，冇错，佢系山嚟嘅，有山峰噶。系啊，跟住不断咁样行啊行啊行，跟住行斜路上上上落落上上落落咁样，咁啊影相俾听众睇啦，好唔好？好啊，系咯，咁啊同大家分享下嘅我嘅心同感受咧，就唔会听日啦，因为我相信咧，我听朝记跟住咧周居劳顿。
到夜晚。咁你喺咩做都得嘅？唔係，我散曬啦，去到聽晚我應該睡開一節節噶啦。咁、我會係禮拜一晚咯，應該。喺嗰邊做啦，喺嗰邊做啦。係禮拜一晚喺自己間房仔做。下禮拜我就自己做，或者揾個朋友嚟做禁色不禁語啦嚇。係好啊。好啦。拜拜。拜拜。